啊，传奇类型的，刚刚名字忘了看了，可以选男生选女生，选妹子吧，妹子的道士好了。灵魂火符，这个是之前不知道是叫什么名字哦。一开始是打食人花，哎，有做出差异啊、哦。以前不是一开始是打鸡吗？打入。快捷传送，咻！这条攻略，哎呀，这字好小，用手机看啊，字真是太小了。升到了三级，砍喽！到下个地方。采药老人，战宠即将觉醒。好啦，畜生也出现了，我的伙伴变得更多了。一键回收，完成。锻造，锻造已经开启了。用飞鞋啊，直接飞过去啊，再飞。飞鞋解任务就是顺，再飞。得到新技能了，来了，重伟升星一下。陪我永远留在这里吧，烦人。这里要手出了，手冲神器，特定族群的玩家喜欢玩的啊、哦。所以啊，它画面还有它的名字就不断的在更新了。确实，现在玩不到那种画质更烂的，好像已经不见了。这个几年前有出那种画质很烂很烂那种的，现在画质都有修复过了。得到新技能了，来，特殊点击。飞呀、啊、飞呀、啊，飞到敌人这边来，开技能，啊，装备换金，用飞鞋，好大的 boss 啊，好凶哦。宠物双倍攻速礼包必须买买买，哎、欸，好贵哦！咻咻咻，单挑 boss， 打掉了，打掉了，他还留下遗言呢。战刃啊，捡东西也是很慢的，可以跳出去吗？我不捡，我直接飞出去了。我不喜欢捡呐、啊，厉害吧？这就是我最厉害的速度、啊，我的手速就是如此快。与世界 BOSS 对话，还可以跟世界 BOSS 对话，真的假的、啊？飞鞋。好了，整体的玩法就这样了，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。哦，打蛇哎、欸，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看呢、啊？看技能也都全开了嘛。大家拜拜。